住着个叫孔修的老爷爷，他布衣马车去周游列国，创了一个学派叫做儒学。子曰：“天下大同归为何？”孔子说：“孔子曰，天人合一是境界。”扭头看看远方，那些硝烟战火，还有好多人们在流离失所。天下大同的那个千年的梦，为什么就没有那永远的时刻？世界小村落，你别争那么大别多，都是地球的过路客，大家有话好好说。大世界小村落，你别争那么大别多，出世讲究个和为贵，千年一梦天下合。